你去杀了他！去，去杀了这个老贼尼！他是你娘的师父啊！我娘就是被这老贼尼一掌打死的。壬午年的7月19，我永远记得那天，在蝴蝶谷，那老贼尼逼娘来杀我爹爹，娘不肯，老贼尼就将我娘打死了。这是我几哥哥亲眼看见的。娘为什么不信？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个老贼尼呢？师太，他说季姑娘是……不错，我灭绝一向明人不做暗事，季小福不顾廉耻与杨潇偷情生子，这已经是违背师门，他不遵师命还不愿去刺杀杨秀这个淫徒恶贼，这等的孽徒留在世上有何用啊？不，殷六侠为了顾全你的颜面，我一片好心，始终隐忍不言。这等无情无耻的女子，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呢？不，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小福会对我寡情无义。你问问这女孩子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不悔，我娘说了，这件事情她永远也不会后悔。不，不，不会的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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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不！你们两个快去看看。是。一场好戏竟然让张无忌给破坏。听着，对方人多，你不会调动地方兵力啊？他们人多，我们就比他们多10倍多100倍。芷若，我们走。这世界很酷。